黄宇轩、李子维、莫俊杰三人是高中同学，李子维与莫俊杰都对黄宇轩情有独钟。在莫俊杰的成全下，黄宇轩与李子维相恋，二人甜蜜幸福的生活因一场空难而结束。李子维在空难中失踪，生死未卜。李子维失踪后，莫俊杰一直照顾着黄宇轩，但他无法接受莫俊杰的爱，始终沉浸在李子维的感情中。他相信有一天会再见到李子维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，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，眼睛里投影在你干嘛呢？黄宇轩，他睡着了。睡着了？他怎么这么厉害？那么吵都能睡得着？待会儿要说什么都记住了吧？啊？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李子维，李子维是你吗？对。是因为放不下我才回来的，对吗？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有多想你吗？这三年来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什么三年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宇轩，宇轩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现在是几几年？1998年7月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这是回到过去了。黄宇轩，你别闹了，怪吓人的。我俩是来给你过生日来了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哦，送给你。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是从2006年来的。莫俊杰给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许的愿望就是能够再次见到你，结果我就真的见到你了。哎，好，我信你是从2006年来的，但是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怎么过来的？我是用随身听，我是听这盘磁带过来的。那你说你是从未来来的，我想知道一下下一期彩票中奖号码是多少。我不知道中奖号码是多少，但是我知道那里放的是随身听，是你们两个一起攒钱给我买的。我还知道你也喜欢我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把磁带送给你。黄宇轩，哎，够了，你干嘛？没事吧？来，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个随身听只有我和李子维两个人知道。可能这就是一场梦吧。是，我觉得你就是在白日做梦。黄宇轩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喜欢谁我也不会喜欢你。我很讨厌你，你让我觉得很恶心。说够了吗？好。
你说你是听随身听来的，对吧？那就证明给我看，如果你能回到过去，我就相信你。把耳机戴上。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我试着穿越过很多次回来，改变我的结局，但结果都是一样。可能这就是我的命运吧。我死了之后，他很痛苦，所以这一次，我不想再改变我的结局了。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是我最爱的人。你们一定要幸福啊！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？他是他来给你过生日来了。黄宇轩，我喜欢你。